市长问一下柯文哲他的这个竞选影片啊，就是新的竞选影片里面有出现选举公报，但上面的组合是柯文哲搭黄珊珊，而市长你是搭这个柯智恩，有网友认为说这是蓝白河的火车已经过站了，市长怎么看？那另外呢，因为十五号的时候有中常会嘛，就是登记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是不是会来提报你的副总统人选？那会是柯智恩吗？谢谢，怎么这么关心我呢？哈、哦。谢谢大家了哈，反正这就是选举过程的一个广告插曲嘛，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广告片嘛，大家就一笑置之吧。因为龙头有人点名韩国瑜跟王金平，那市长在不分区的名单有没有向党中央推荐一些人选？那韩国瑜还会不会副手呢？党中央在不分区的立委目前应该还是在规划当中吧，那这部分基本上党中央如果规划出来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做一个宣布嘛。所有的人选都是非常好的，啊，我相信党中央都会一并做这样一个思考。想问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影片里面，在这个选举公报里面，似乎有一些玄机或者彩蛋，可以帮我谈一下。根据我了解哦，这个广告大概是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拍摄了。那当时呢，他们是想要制作一份这个选举公报，所以在这个广告还有导演就有一些相关的创意的发挥。不过呢，因为呼应这个蓝白合，我们也认为说要保持一个比较这个善意还有弹性的态度，所以这个广告呢是一直压到了十一月份才公布。所以柯珊配还有可能吗？我想我们还是不放弃跟蓝白整合做最大的努力，还有最多的弹性。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侯友宜好像有听到侯韩佩，他就说好像蛮不错的，那想问一下，就是说会朝这个方向进行吗？应该这样讲，这个问题必须问侯友宜跟朱立伦两位啊。那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上上下下，我想大家一定会团结起来争取2024年的胜选，所以我相信不管是韩国瑜或者也有外界特别提到包含柯智恩啊或其他的人选，我觉得国民党的最大的目标就是团结好的人选，组成好的团队，然后争取2024年为台湾人民服务的机会，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都乐观启程。因为现在柯文哲他跟郭台铭他就是蛮密切，而且他整个就是态度对国民党好像也不是说这么友善，那会觉得就是说跟柯文哲还有这个合作的机会？应该这样讲，没有到最后一分钟啊，我们当然绝不轻言放弃，但是国民党也会做好自己的准备，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其实时间也非常的短，原则上国民党的按照过去的惯例，我们的副手人选也必须报中常会，所以我们这边政前委员也是我们的中常委，那下个礼拜三11月15号是我们这个20号登记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哈，所以我倒是觉得大家拭目以待，我觉得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国民党还是有最大的耐心来促成蓝白合，但是我们也做最好的准备。不过如果讲到这个政党轮替哦，就是说这一个柯文哲昨天有公布这个对调，对对对，家权哦，家权前家庭后银柯，对 对，家权后都变成了柯银侯，还差了8%，这是什么民调？这有公信力吗？对啊，所以他公布的时候没有把那个交叉分析都交代出来，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媒体也看到了，真的差异蛮大，所以我们用一句话叫做“手机加权，加权前，加权后”。猪羊变色，真的那个内容就是输赢完全翻过来，刚好就翻过来，所以如果真的要做民调恐怕都还得谈哦，要怎么处理哦，手机部分还有怎么做民调哦，所以啊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啦，我们抱持最后的希望哦，但是也不能放弃，赶快自己做蓝白没有办法合的准备了，毕竟20号开始就要登记正副人选，也要及早做好准备。是，可是这个民调啊，连这个当初的设计其实都不是很公平，甚至根本没有搭配的组合，只有对决组合。那难道这是柯文哲他从头到尾就是不想跟侯友宜来搭吗？那柯文哲的这个发言人还呛说，哪有可能两个人一起投站上投手球？所以这个柯。说要侯柯配，难道都是玩假的？
我们的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就是要正副配啊，不是分开选的啊，是正副是一定要配在一起啊，那个选票是同一张啊，不是副总统选副总统，总统选总统的、啊，哦，选票上就是要在一起啊，这样会有相乘相加的效果。哦，虽然还是以总统为主了，我常常讲，大概总统可能占90%吧，副总统可能只有影响10%吧，但是还是有影响。哦，之前的每次总统大选，副总统也不能出包啊，大家回想一下，出包还是对大选有影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做这个民调，也应该要正副配啦，除非你找不到，就是我们不知道要配谁。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做民调。现在如果是侯科配柯侯配啊，这个大家知道啊，蓝白合不就侯科配或柯侯配吗？那对手大概也呼之欲出嘛，就是赖萧配嘛，啊，这是最有最强的组合，绿营最强的组合。一般我们做民调都是挑对手最强的组合来比嘛，啊，能现在已经能确定了嘛，那当然要用这样比，最能够模拟投票的实际状况，所有的民调都是在模拟实际投票可能的样态、可能的得票状况，所以这样子的设计来做民调才合理、才科学吧。